大家好，这里是猫姐，然后这是新人家五间垃圾包的开箱。这个是一大把的那个金色铃铛，可以拿来做挂件或者说是风铃吧。然后是一包九字针，这个是那个石头，我感觉它包装的很高大上的样子，是那种肉色的，但是没有孔，有很多个，我不知道拿来干什么。没有孔主要是里面还有很多那种陶瓷的那个珠子，把它放在一个袋子里。然后我看到那个佛，彩色的黄彩色的那个佛，有一个是有一点点碎的，我感觉可以用来做那种车上的那种挂饰，或者说是那种很长的那种大链子的。这个视频我是那个加速过的，这里是事后在配音，因为我觉得那个，因为我看别人的垃圾包的话，我感觉翻哪翻，我就好着急，我就想看快一点。这个是一袋贝壳，彩色的，各种形状的都有。然后这个是耳堵，那种很大的肉色的耳堵。彩色的狮子，这个是那个软桃，好像是蝴蝶形状的那个，这是贝壳，这个贝壳我觉得超好看，蓝色的，很漂亮，里面是平的，另一面有那个菱形的那种形状，这个是珠子，透明的那种珠子，这个也是贝壳，我觉得这个贝壳比刚才贝壳更好看，这个贝壳，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欧，他们说，这一期新人家的那个质量是。很好的，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算不算哦。不过那个贝壳开的我还是很开心的。这个是那个管珠，这个管珠很好看，深色的管珠，但是它很闪，很闪。这个我觉得也挺不错的，拿来做挂饰啊，这些还是很好看的。这个是那个绿松石，我觉得很好看，这个绿松石桃心形状的那个透明的绿松石这个石子，哇，这个我觉得超喜欢的，我刚看到这个我好激动，就是那种手串陶瓷花的，然后手串这个成品的话，我觉得在地摊上面卖的话起码是10块钱吧。哇，我好喜欢那个花，这个是透明的那个白色的珠子透明的珠子里面有那种冰裂效果的，然后是一些散落的一些小零件，这个铃铛我还是很喜欢的。我的猫入镜了，然后这里我把它铺出来介绍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串贝壳，很喜欢这个贝壳。有串珠子被我的猫给叼走了，这个贝壳也很好看，真的好看吧。这个是那个肉色的那个珠子，这就是肉色的，但是它没有孔，旁边的那个透明的那个颜色的珠子那个石子是有孔的。这个是我挑出来的一些我非常喜欢的那个陶瓷珠子啊，挂坠啊，这些就是我最喜欢的几颗，这颗蓝色的很漂亮。我发现那个就是用来包那个肉色珠子的那个沙袋很好用，这个小袋子很好用，我把它拆了，把里面的纸片摔掉，把这个袋子留给自己用，留着用。一大袋的那个陶瓷制品的珠子。这个是那个大的东西，
绿松石都是有孔的，我觉得我喜欢这个绿松石，好喜欢。啊，这个很大的那个花坠，啊，第一次原声录制，因为听到有小伙伴说不喜欢变声，但是我为什么有时候变声呢？主要是因为那个视频要加速，啊，不加速我看着我自己都觉得很着急很累。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那个，手串，我看见别人也有开出过的，啊，我朋友跟我一起开的，他觉得这个，那个袋子不好看，可以自己换个袋子，觉得还是很划算的这个，嗯，可以直接拿来送人。这些是些透明的，珠子，还是很好看，反正滴胶嘛，什么，滴胶不够，珠子来凑，这个是一袋的贝壳，里面。看吧，圆的呀，水滴形状的呀，还有各种颜色的都有，也很好看。还有那种不规则的珍珠，就是成色不是很好的珍珠，然后染过色的。哦，这是我家的猫，它叫柚子。啊，最近处于发情期，除了发情就是睡觉。啊，这个是一石子儿。这个佛我已经想好了，我要用那个这个佛跟那个后面那个褐色的那个透明的珠子来穿那种很大的那种手串。这个佛有一个的那个是有点碎的，这是耳堵，肉色的。这个管珠有两袋管珠，这个管珠我也很喜欢，很傻，这个看起来。蝴蝶，那个卵桃，它也是有孔的。这个，深红色的那种扁的那种串的有孔的。好，那这次视频就到这里了，大家拜拜。